来进来进来，啥东西你非得搁外边看？哎，一般二般的东西我不一定你，嗯，悄悄的也不给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一下，全是黄金啊这。嗯，这是小的。哦，成套的。对，金砖也算是。这是一套收藏下来的。哦，这都是大的。你摆好。好嘞，好嘞。我看你拿着手机看着多方便。哦，对对对。这哪儿拍照了还是录像的？拍个照。嗯。记录一下。好，别拍脸啊。好，不拍脸，不拍脸。这是一千的，总共是2000颗。总共2000颗。嗯，这是500的。这是之前买的还是现在买的？嗯。之前买的还是现在买的？之前买的啊。这是今天准备变现。咦，别提了，烦死我了。嗯。我跟你说嘛，嗯，这是俺岳父当时给我赔礼的，陪嫁一陪嫁的，俺媳妇陪嫁的。哦，那你陪嫁的嫁妆你卖了可以啊？嗯，那媳妇知道了？俺媳妇知道，都是叫我过来拿了个卖的。哦，是因为叫俺媳妇俺俩都告诉完了。哦，搁告诉完了才俺媳妇才那么生气。堵车也不至于卖黄金啊？堵车啊，都因为给堵车啊才会卖黄金。那是啥情况？特拉斯知道不知道？特拉斯这个听着可熟悉，但是特拉斯我不想说，知道不？这烦死！特拉斯这听着熟悉的很。俺从上海回来，800多公里也不远，想着搁服务区充电都回来了，一弄堵车呀，堵了将近4个小时吧。4个小时都没电了。天气也热，你想想，哦、开着空调，没有电，俺本来说了开了奔驰回来的，一想算了，开那车省电，这一弄，不说了，啥也不说了，结果气死了。我觉着卖了，准备再买个100多万的，S。啊，再换车。嗯，再换个轿车，带劲一点。反正之前是个越野，不带劲开车。我明白了，你这个实话实说，现在的这个电动车有一个不好的情况，就是不管跑上路。你跑个1-2000公里都在充电，主要是国庆人太多，再加上这个车，说实话续航有那么几百公里，但是一堵车了，一能它续航达不到。对。将来搁高速上，现在救援都救不了，因为前后都堵着了。那是那是。对不对？再加上有一些不规范的人走个应急车道。对对。那麻烦的很。那对。对不对？不过实话实说啊，这有钱都是人性啊。你这说实话，一堵车换车，说实话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这不是一套啊，要一套了肯定不会卖，因为陪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这都是5-6套、7-8套都有。哦，那行。现在我给你简单说一下，金价现在可能380多一点。你那收多少钱？收的话，只能给你按380。你380，我是420买的吧？420。对。那你这个东西本身你应该是买的时候你应该没找对渠道。你380，我给你算了，2000颗，76万。哦，对，也都70多万。就亏10万块钱。那你这个也不能说亏吧，你这只能说你没找对渠道。你要找对渠道的话，一颗加个几块钱应该不会亏，只会赚。那买的早，这俺岳父买的，我从来不买这东西，说实话。那是那是，那这个东西咋弄？我给你算算。你给我多加点不？要不我给你大概今天的金价，给你一颗叫我挣1块钱都起了，我感觉挣个2-3千块钱就 OK 了。那你扎本有多大？你图的啥？呀，70多万。那我也是，我也是到手。那中啊，那可以啊。你既然这样说了，是不是？我一会儿请你吃饭，中不了？我给你搁车里拿瓶好酒，我的酒多。哦，嗯、那行，那行，喝两个。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好，那我给你算算吧，好吧？中啊，我给你验验，看一下验货，这得验货，好吧？好。